元春酒聚。那这个呢活动基本上呢不是一个募款餐会的性质，它是比较像是说哎，觉得那个大家很久没有聚聚了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支持者，或者是你现在还不是但是你有兴趣的话呢，都欢迎你来哦。那现在有一个报名网址，然后名额应该已经快要满了，所以请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踊跃报名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在一个都大可乐的地方。好，我其实不知道在哪里，在龙山寺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看有撞球台呢，也有飞镖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玩吃东西，还有桌游的话，就可以一起来。然后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话，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是吃吃喝喝跟来玩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不是一个募款餐会的性质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起分摊这个场地跟食物的费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也欢迎带小朋友来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